先锋小组已经过去了。就位。
没关系，我不会害你的。你要知道现在拿这个东西可是很困难的，那是因为我大哥看你平常做人还不错啊，才会拿给你的，连我都拿不到啊。不好意思啊，但我做事的，不然按照基本我会给你的。我，你敬我干嘛？敬我大哥。大哥，我给你，啊，你属于我领完的，好。哦，我看这摆哦，跟你麻烦这多，后摆哦，对，那有什么代志，小弟会当做到，我一定全力而为，哦。你讲这么一句话，让我听得很高兴。来，东西收起来。嗯，这是我的心意哦。会不会抽烟啊？没关系，放轻松点。那支枪从哪来的？对不起，我可不可以上一下厕所？这样方便，不太方便吧？不是我说你，以你的身份地位，要什么有什么，为什么跟他们混在一起啊？你是哪一位？你喝了酒以后到处乱拍胸脯，对我们老大不起，你会倒霉的。喂，你到底是哪一位？我们有什么事大家可以商量，对不对？你知道
什么玩笑？你怎么说唱就不唱啊？老板，我真的不能再露面了。哎呦，这只不过人家唬你罢了。哎，我的王子，你也得替我着想着想。今天、明天、后天、大后天，我的票全部都卖光了，还有我为你做了宣传，你所要的灯光、布景、效果，我通通都替你做了。哎，你这么一不唱，你不是让我跳河吗？老板，不是我不想唱，可是我相信观众进来，他们总是希望看到我们在舞台上欢乐的一面。我现在心情，我没有办法唱，我没有办法去表达嘛。好了，不要这么说，只要你肯负这个责任，一切损失由你来负，我连一个屁都不会放。你是在折腾自己，为什么不向我们警察报案？你看落到今天这种下场。土狗，枪是土狗教给你的，对不对？对，土狗教给我的。土狗，土狗，土狗你死人人多，来我们这十个有九个都说枪是土狗的，说枪是谁教给你的？反应怎么样？这件事情可放假节目牵连，这件事你们报警了没？当然报了，目前警方啊正在严密的保护着葛峰。警方他目前没什么线索啊？还没有，不过我相信警方很快就会破案。依您看他们会不会就此罢手？我们是法治国家，这种事情不应该容许再度发生。我在这里呼吁大家要正视这件事情，保护我们的艺人不再受到威胁。大家都是规规矩矩的做事，辛辛苦苦的赚钱。唉，这行饭并不好吃。据说这件事受益最大的就是您钱老板，不但每天爆满，档期好像还要限延下去。那是这个。啊，这个葛峰本身他就有号召力跟票房。再说呢，本歌厅呢一向以服务观众为目的，不但服务好，我呢。在灯光效果场地方面我是十分的讲究，最近呢我希望不让观众失望，下午呢又多加了一场，所以希望各位能够多多的捧场，多多的赏光。老板，这样算不是更增加粉丝的损失吗？这个我想现场观众这么多，歹徒还不至于，还不至于吧。吃饱了，荷包蛋给我哈。一盘炒饭，你也吃那么开心啊？嗯，好久没这么安心的吃过一顿了。一个艺人啊，你不要在他表面上风风光光的，其实也有心酸的一面。慢慢吃。
几年呢、啊、你一直在台北读书，这回搬回来跟我一块住啊。刚开始可能你不大习惯喽。爸，嗯，说了您也许不相信，其实我在台北的时候啊，我还一直想着我们这个老家。少来，你想的是啊巷子口蛋房的小姐，还有镇上那个冰店西施的呗。爸、啊、您一说我想起来，我们先去敲两根。敲你个头啊。目前你的任务只有一个，就是安心把书读好，要不然呢明年考不上大学你可就要去当兵喽。当兵有什么不好，您还不是当了一辈子军人。哼，你的个性我太清楚了，当不了两天啊你就受不了了。那也不一定啊。我跟你讲，你呀、啊、辛苦一点啊，等考上大学之后啊，你爱怎么玩怎么玩啊，现在先把心放在书本上，读累了呢可以轻松一下啊。如果想出去玩去，我陪你出去逛逛啊。真的，想起那滴滴点点的光线，爬一波一波翻滚在脑里，思念的情绪冲击我的心灵，那样清晰却又那什么？你为什么？爸，起来了，哎，起来了，真是多。哎，你想不想那个起床号什么意思啊？啊？那是小猪起床，猪在睡觉，快点起床，去上一号。嗯，什么？我听就不是这样吧。啊，我听啊，他是小猪起床，猪在睡觉，不想起床，身体最好。啊，来，十多点。嗯。
分。吃饭时间到了。我和爸爸的感情，他跟我不像父子，就像兄弟一样。我宁可跟他在一起，也不愿意跟朋友出去玩。他希望我能考上大学，夜里都陪着我念书，读书读累了，他会陪我出去轻松一下。从他走的那一天起，我的心就死了，我只剩下一个躯壳，任何事也都无所谓了。我失败了，没有人会替我难过。我赚的钱，没有人替我去花。爸，你为什么不多待一会？你还没有享受到，就走了。你答应要用我赚的钱的，你知道我为了赚钱吃过多少苦头吗？我所认识的人都是这样的人，哎，大嫂，还找可风啊？他每天喝酒熬夜，嗓子都哑了，给他送点彭大海。哦，这样，他现在还在里面，还在打，还在哪里？先给你吧。嫁给你，嗯，七条。七条，坐着你下家跟在银行口一样，服了。嗯，要光临前，等会请吃宵夜。那有什么问题？吃好。前世欠我的，你对我那么好，没有在外面交女朋友，你也没有一句怨言。其实你要知道，
我在外面。你每天在外面喝这么多酒，让我好担心啊！为什么要这样糟蹋你自己呢？你知道，从爸走以后，我什么事情都不在乎了。不要说是我自己的身体，再说爸一生滴酒不沾，他还是走得这么早。你又在想爸爸吗？如果不是为了你跟孩子，我真不相信我怎么能够支持到今天。最重要的，可是我太大意了。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，你还年轻。出狱之后到社会上，你要特别的小心。讲到出去以后，我要带您好好去享受一下。现在我们有两个钱的钱。不一定能买到任何东西啊。可是以前我们家那么穷，我们想要什么就是因为没有钱，所以都不能够买到。你那时候快乐吗？那个时候有爸您陪着我，如果您不陪着我的话，现在我什么都有了，可是我却觉得我好像什么都没有。在现在这一分钟，我只想要一根烟，一包生命面。幸福和快乐只有在失去的时候才会珍惜。爸，您应该常常跟我说这些话。真的不知道我现在到底在追求什么。
像是井水不犯河水。如果你一定要插手短剑党行事的话，别怪我翻脸不认人呐、啊，大爷。这个话不能这么说。这葛峰是我的小兄弟，他的事就是我的事。我们没跑了。
龙主有，正面主公虎主有，侧面鱼尾豹主有，野狐就位。队长